女生的器官怎么讲？比比舔怎么讲？舔比比哈，那舔怎么讲？啊？哎，半比比，哎，半比比。这舌头多灵活，对不对？气。阴唇怎么讲？那刮比比哦。啊，湿了怎么讲？我说女生下面会是喉痒，我很。你比比喉痒嘞？哦，很痒怎么讲？就痒哎。对啊，可贵。说给你比比个啦，可贵了。
curtain calls. You brought me fame and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. I thank you all, but it's been no bed of roses, no pleasure cruise. I consider it a challenge before the whole human race, and I ain't gonna lose.舔逼怎么讲？舔逼逼，舔逼逼啊！你用你的嘴巴去舔你的逼逼。打电话舔怎么讲？舔。你要去舔啊！打电话怎么讲？舔。黑板。黑板逼逼。黑板逼逼。黑板。黑板逼逼。黑板逼逼。哦。就是要用黑板这样子。黑板。黑板逼逼。黑板逼逼。黑板。黑板逼逼。黑板逼逼。黑板。黑板比比，黑板比比，黑板，黑板比比，黑板比比。
那他刚刚讲说他那个冠军的那个动作怎么讲？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举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举三零零啊，张子举三零零啊，不然怎么讲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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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举三零零啊。你妈没有告诉你妈，这话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妈。他是他们自己要照的，你现在别人在照相，你拍他们干什么？对不对？人家是有肖像权的。OK， 谢谢你。公开活动怎么吗？公开活动我们是大会，我们有权利可以邀请哪些人可以来摄影，哪些人不能摄影。如果你现在的影片如果拖到网上，我们可以主张，因为这是我们是大会主办的东西。香港交代你，谢谢你。香港交代我是裁判，我是会场管理，你可以针对我。你终于要我要管理交代了吗？不是，我是会场管理，我用我的管理的权。大会报告，我们跑到紧接在后的是桃园区卓溪乡、海端乡、卓溪乡、海端乡以及延平乡。大家都不要为难，好吗？可以吗？画面够了吧？好，现在进入最后一圈。对不起，我们禁止你拍摄。大会报告，我们大队接力是禁止。警察，我不会找警察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这是我们的场地，我们禁止你摄影，请离开。对不起，你可以在这边观赏比赛。香港交代的是不是？不是，不是香港交代，一点。大会报告。跑道上现在马上要进行的是射男组800公尺的决赛。你为什么不能摄影？介绍到此。我们有权利。第一道信义乡。你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们都有记录过。我们在网络上也欣赏过你的大作啊。第三道，我们这么会卓溪乡，好吗？第四道，大家互相。桃园区，这不是自由。第五道。桃园区，我们大会，我是大会的会场管理，我来。海端乡，第八道，卓溪乡，谢谢你，好吗？大家一起帮忙。李先生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不是，我现在要摄影怎么了？你现在如果好，我们达成一个协议了。如果你躲在一个角落，我没看到你，就算了，好吗？所以吃的时候他会叫你八路哔哔，因为那个哔哔里面有一个豆豆，有没有？对。
挑衅的痘痘那样。阴蒂嘛，阴蒂。对，然后里面有痘痘。阴阴唇的上一层呐、啊。那个阴蒂比比，那个阴蒂怎么讲？德鲁话阴蒂。不嘟，嘟嘟，不嘟，不嘟，嗯，不嘟，不嘟。哎，阿弥陀叫本怒，本怒。哎，怎么样？不了解。孤独，我没有老婆吗？要拆掉，好，那你开，互相保留证据嘛。你要保留你的证据，没关系，你就拍。但是你那个东西先给它拆掉，好，那个电先拔掉，好不好？你今天涉嫌盗什么东西吗？你赶快去拆，你不要再拍我，我有权利哦。你也在录影嘛，好不好？你去拆了，赶快去拆了，哎。我知道我会去拍。那先生，你刚刚这样，我不知道你叫什么，我刚刚那个证据忘记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就直接拔掉，好不好？你要。窃占公家的所有店，所有财产，好不好？你不要随便乱用那个字叫窃占哦。你先把它拆掉，好不好？村长，村长现在是有很礼貌性的跟你讲，你那里拆掉，这是你的窃占。
抓起动手啊，都玩什么？玩了跌了出去以后，老板还想去干嘛？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这快要经过到了，你妈没有告诉你吗？加油！恭喜的年轻人这样，如果要再喝，加油！你喝到底，加油！加油！吉隆，是吧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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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hank you.
样做的话，刚刚那边第二天的是吧？啊，你看，我这个放的，这样不过，还是你过来没关系，这个钱过来，还是这里比较重要。那个是吧？这不会不要跳，不会是让他到这边来，是在这边包夹传球，或者机会超级。你跳了，我跟你讲，夹都够夸张。完全没有人爽，对不对？跳了嘛，他脚右脚一踩，右手一放，完全没有人，不需要你跳。其他的就是打简单一点，不要把自己搞那么复杂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好多人，心情好糟好冷，让我哭，别安慰我，好吗？是怎么讲？怎么用？考这样考试啊？哦，为什么会有这种考试？我第一次看到。因为我们现在是比较专注于那种身体上的探讨。哦。这个什么时候变成考试用这个手势？因为看到这个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专业的手势，像嘴巴也是有专业的术。用手去抠鼻，那个抠鼻怎么讲 ？QQ 啊，不给 ，QQ 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慢一点。QQ 啊，不不给 ，QQ 啊，不不给 ，QQ 啊，不不给，哎，哦，非常。抠鼻啊，嘴巴的怎么？嘴巴的怎么？嘴巴是这样，这样。他有一次有时候这样，不要乱讲啊！再多一点，看有没有更灵活的动作。更灵活的吗？这样吗？对。哎呀，前戏舔逼哈，舔那个不给，那个舔不给怎么讲 ？Me not not to 不给啊 ？Me not not to 不给 ？Me not not to 不给？哎，哦，好了啦，这不够了啦。再做一次那个。那个刚刚那个考试嘞，再放在脸部上面，比脸部的考试这样。嗯，你怎么那么强？傻笑啦！我有 A 级这样执照的样。你应该是国宝级的。我刷牙都用舌头。